谁撞到谁？我。你撞到谁？他。我。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住一定要还我。你住一定要还我。到那个地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还我。然后我们第一个停车场是在国信加油站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最好跟在我们，尽量跟上。他跟不上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每一台车都会绑这个。啊，再说一次，不管你从哪里要离开，一定要还我这个袋子。不是它价格的问题，是很难买。尽量跟上，但是跟上哦，有一个原则哦，一定要错位跟哦。你跟前面那台机车，千万不要跟他跟在他屁股，他只要一刹车，你就干上去了。错位就是你这里这一个位置，然后下一台是这个位置，再下一台是这个位置。他尽量跟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比较不会走失的。另外一个停车场，然后还是你们要不要等一下过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家很大间的，然后全家还是 seven 的，停一下大家吃个东西。
司机的厨佛，有一家叫黄金鸡，也在黄金鸡，很好吃，我推荐很好吃啊，想要去的举手吃吗？他不吃没关系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要吃到几个人？你要毛菜？三、四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不想吃的也可以去那边让副驾可以吃，因为吃饭时间大概是半小时。那、啊、我们这里弄完之后，我们就去那边休息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啊不吃的没关系，在附近地下休息一下。我们去那边去做八项，像这张纸是你自己做的去啊，他是吃素的，他完全就不吃，他就在旁边坐。我来这里就逃给亲美安慰。Thank you.
去打下去。好，啊，有安怎无？车子有没有怎样？没有。啊，要不要处理？不用。不用。如果没有什么伤哈，我知道要换掉还是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不是有破掉吗？是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你五万你去了是？我们走了走了。走。走，好走。那个谁哈，你尽量跟在我后面。我今日在，你知道有问题无？你若是上后边，我靠呀！你家己停啦，大家想个知。好。啊，后代后代，后代尽量坐到头前的，干，你讲我们咧抢人的，干，每次突然每次抢人，小公主嘛又抢一个。啊，那，还好啦，没有怎样就好了。其他有没有撞？有没有损伤？没关系啦，如果有车子有什么问题，你再跟我讲，我再来讲。比如说轴承啦，或什么如果伤到啦，哦，再讲，哦，对啦，哦，你追撞人家就是你的错。如果事后有发现哪边有问题，你再来讲，我再来测。哎，给你背板你吼，无迄个低于这个的行情哦。背对面背板。他讲迄只换换掉，唔听啦。换换掉无动对哦，动未掉对，我就栽咧。好啦，卖个好呆啊，好，较正经的。好啦，啊，没怎样就好了啊，走。你是排不你啊？
得快来，每次出去都要铲人家一盘子。他们叫小潘讲的，铲土机，今晚就铲土机了啦。小潘中午讲的啊，但他好像不灵快了。我们今天今天已经在去日月潭，突然间临时的改成日月潭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回来了。谢一达，好不好玩？好，好玩哈。哎、欸，什么心得？好玩。好，什么名字？太和，太和啊。深度旅游，赞赞赞赞卡真的，你都回家。哎，看风景就好啊。你讲咱们炒了成谁啊？你个看这炒了成谁啊？阿恁阿富，哎呦，回来，回来哈。嗯，阿弟弟。应选了，应选了，全场唯一速特打，哎，这特好，哎，你看这特好，唯一有喷装的，有喷装，喷什么？塑胶袋飞出来，是哦，是哦，去把它捡回来，是哦，阿丽蕾，丽蕾，好，好，阿丽蕾，好玩，捡到，什么名字？君玉，君玉，阿丽蕾，有吗？啊，我叫董文清。哦，阿丽，你今天是骑小阿鲁哈？对。阿弟嘞 ，Jason， 你是苦主的对吧？我是苦主，苦主哈，苦为什么是苦主是啥？哎，好呆，好呆，走味啊！你看，唔敢和我访问啊！你甲看，好呆，为什么伊是苦主是啥？这个铲土机够要签着伊啊啦！还好没有怎样啦，没有怎样啦，哎呀哎呀！我来问一下属猪嘞，属猪嘞。啊你破链，你破链，你破链吼，哎对，你破链无问题吼，无问题正常。哦，那好，哎呦，你还佫徛等下台台啊，谢谢。哦，啊，属猪，铲土机，有没有觉得很光荣？我觉得我的前刹车应该没了。跟你讲，车换掉你就听无。我应该先去换刹车盘。所以两个碟盘还刹车输人家，佫敢讲？好了啊，我们今天的欢乐游就到这边做算一个结束啊！感谢你们的参与，感谢你们，拜拜。好。